采花粉、采花蜜、饲喂、筑巢、清理，这些都是蜜蜂日常的工作。箱子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垃圾的产生，比方说蜡屑、死蜂、雄蜂盖这一些东西，蜜蜂都会把它清理出来，维持蜂箱的干净。当蜂群旺盛，相对清理能力也很强，病害也就少了。如果蜂势弱了，蜂箱内部累积垃圾清理不完，这个时候就是会发霉，长潮虫、蟑螂入侵，小虫都会跑进来。往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开始。这里你可以看到蜜蜂将垃圾清出来的画面，包括蜡屑、雄蜂盖，有时候会用咬的，有时候会用脚夹带，非常有趣吧？以上给您做参考。